老爸，嗯，我知道那个十五的 SH 二 B 中包怎么摸了。怎么摸啊？你过来，你过来。啊？就是我们这个是十四弹的 SH 二，它跟十五弹是一模一样。它这个不是左上角这里有个圆圈吗？啊。而且这个圆圈跟普通 HR 不一样 ，HR 普通的话摸的是这种声音的。啊。它这个圆圈是有点这样子凹凸不平的。哦，这样子的。而且呢，我们用这个手的上面肉也可以去刮，有种圆圈的感觉。哦。而且还有点烫金的。这样子。你看我这里有一个全新的，我们来试验一下。这样子的。对，我们来。这么厉害吗？对。好，那你试一下。啊，一盒全新未拆封过的。啊。我们一包一包来摸。就是呢，它这个卡片 SHR 都是在这一包荣耀版里最后一张卡的。啊。我们顶最后一张卡就行了。好。然后你看啊，这样子。顶上去啊。对，顶上去就行了。你看，然后这样子。然后呢，我们在这里摸奥特曼，这有奥特曼三个字，我们在这里摸。啊。哦，那这包没有那种凹凸不平的，光的就没有，那就不是，对，光的就没有是吧？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包。啊，有吗？看一看，没有。这包也没有。看一下这一包，这包也没有，那看下第四包。啊？怎么还没来？顶上去啊！嘿，这包有了。啊？这包有了，这有个圆圈，你看到没？给我摸一下。这个圆圈这个地方。哎，好像是有一点啊。对。哎，跟这个看一下。对，它这里也有个圆圈，这里也有个圆圈的。嗯？难道这包就是必中包？这包是必中包啊、你确定？我确定，要不我们打开来看一下。没开封过的。那肯定的，你看没开封过。嗯，来用剪刀剪开。行行行，剪刀你剪开看看，这包是不是真的？如果真能开出 SHR， 就帮肖像点个赞。如你所说的，这包就是 SHR 的必中包，见证即效。小伙伴们，如果哇，是 SHR， 还真是哎，是 SHR，、哇塞，小杨同学，嗯。真的被你开出来了、哎、啊可以啊，我牛吧老爸，牛牛牛牛牛，你这一招哪里学的，真牛哎，我自己学的。你自己学的、嗯、小伙伴们帮小牙同学点个赞，确实啊，他这个东西被他摸出来了啊，这个 SHR 确实这个地方不一样的，因为他这里就是有个圆圈的对吧，嗯，啊，其他的这个地方都是平整的，只有这个 SHR 上面是有圆圈的。小牙同学啊，太牛了。那肯定，嗯，老爸佩服你啊。嗯，好。